咱要好好把咱一念心嘛、啊，照顾好以后，起一念心，可能会画出了真水的境界呀。动一念心嘛、啊，可以毁掉了真多美好的环境。 一切拢是伫一颗心，一良心，善与恶，善心嘛、啊，世界偌年正美好啊！恶念一起啊，世界呢好亲像地噶、啊，这拢总是难。 人的心所作，所以学佛就是要学一的呢，这良心，时时就是善心，人人都是菩萨啦，处处无不都是以佛同在，即就是咱要学佛诶目。 飘，咱你心中啊，人人都有佛存在，佛心即心啊，众生心,心三无差别，所以毋通定定以为讲我甲佛的距离真远，咱爱定定想。 佛永远都是伫我诶心，我诶内心本来呢都明朗诶佛性存在，咱若会当安尼啦，啊佛心即心，佛诶智慧就是甲咱诶智慧啊，真正在接见啦，证明咱也讲过去。

用智慧、观众性机来说法啦，所以这是爱用心卡妙观，那就是方便啦、啊。方便呢，无有离开真理力，无有离开呢一心的妙法。常常讲，得笑过头。 还是共款的，将地下起来，毋是讲啊，你知我都敢若去地一百空一站，一站多好啊，何必到对下面呢？遮样辛苦起起来呢？共款的道理啊，咱人人。 在安尼正界一直看甲遐远去，其实啊嘛是共款，爱从开始凡复啊，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向前走啊。你去虾米款诶，行，偌你悬诶楼，那必定诶，还是爱照步往前啊。 就是先卡妙快，目的是遐尔快，但是呢，名称啊，有地下些哦，对地下基础种种诶名称，安尼对地下一站一站叠叠起来，都有各不相同诶名称啊，到甲最后诶完成，那。 就是啊，几十层、上百层啊，共同一个名称道理，共款啊，善巧妙款，就是用种种方法啊，回归呢，就是一心不动，诸法共款啊，就是啊，拢总是实际的。 善卡妙法诶，方法众生有偌侪诶烦恼，就爱用偌侪诶方法来对敌。烦恼爱一一消灭啦，则会当慧性啊一一显现出来。所以随众生有教。高 友情所教育的呢，就是啊，教育众生会当觉悟，是觉友情，教一切众生觉悟啦，来觉悟自家、觉悟他，会当觉醒圆满的友情人啦。即是福道啊，用心。 用爱付出哦，正面讲过去，众生心所念，从众所行动，欲感诸欲行，善事善恶业，佛说第四义，各人都有无量诶方式哦。 这一个人世间，哪怕呢，你已经发心嘛，要修行呐，确实呢，人人啊都有根基无同，人人呢都有修行迄个方法无同，啊，这叫做种种修行道，欲干自欲行啊。 人人还是共款啊，虽然明清伫咧修行，却也有呢，迄个烦恼未除啊。人过去成长啊，到底做虾米业啊？欲知前世因啊，今生受者是啊。啊 过去到底做虾米嘢？哎呀，唔免讲真侪。咱这些人呢，到底咱嘅感受是啥？米？当着真侪好人，肯定咱过去生啊，都是结好缘呐、啊。妈妈，咱也要爱知影哪一些，一个呢？ 哦，咱一世人所做都是啦。哦，一世人，若拢总是好因嘛，肯定的来世呢，就是好果嘛。所以一切，都是过去、现在、啊、未来，三世因果观，咱应该呢。 爱情、肯定啊，所以人一世人啊，要知影过去累积？过去毋是一世尔尔，过去所累积生生世世，一直到咱现在哦，所以善世善恶业、佛性、知识。 几乎拢知影众生啊，一切呢所做作个，有啥物发会分喜的心，佛到拢总知啦。所以随著众生心所欲何，即、哦这个、心所欲呢是虾米呢？心诶欲力。 那就是一切众生的心所，吼、哦！那好好了解心，众生心所念，那就是一切众生的心所，有、哦、各种思想的现象，这叫做心所诱发，吼、哦！人人的心嘛、啊。 都在心王，咱呢心王啊啊、哦、无处不在啦、啊，那普遍在每一个地方，所以就讲心如钢画师，真正呢钢卡会当画图的人，明明咱都在家，确实。 咱内心咧已经普遍遍伫真多的境界，真多的境界啊，伫咱的心中不断伫咧现行做境啊，这个、呢叫做心所忧烦，咱的心恶啊，到处安尼遍现境界，所以。 心所念，你转一个念就无共能更改了，吼！所以啊，众生心,心所念有两种，一种就是真心，一种呢是妄心。咱你真心啊。想？ 本机佛法善良诶本性，可是呢，因为外面诶境界呀、啊，不断来甲咱分析，随着外面诶境界刺激啊，安尼呢来分析咱诶心，随着境界起心动念嘛、啊，所以。 各人心所言嘅境界，无共，心所分析嘅，无共，所以，这个心有真心、无心嘛？那无，那就是咱坐伫家，就是咱的无心啊，都拍拍走啊，毋知伫多位去咯。吼，这些。 真用意呀！打梦想啊，期望心嘛、啊，啊，真心呢？那、啊、就是咱人伫多位，心，多伫多位啊。吼、哦，那、啊、这都是咱人人本具呢，诶，佛、啊、性，那真如诶，本性，只是呢，用伫迄个人心。 所驱使着咱即粒心，所以咱被分心去啦。所以被分心诶，自然都种种所行。 是要修行啦，知影？咱用真心要修行，咱已经了解人生无常啊，人生是苦啊，这苦是积来了种种的行为。理解了后，真心。 咱即点真诚的心去，所以咱发心，咱要修行啊！这一心所行动，至心报不思恩。知影咱爱用好心来面对人间呐、啊，咱好心。 那就是真诚的心咯，真诚的心呢，那就是爱我感恩心，那都爱开始感恩，表善好为先。那因为有即个辛苦，有即个因缘来人间，所以那一旦得闻佛法。 会晓修行，不管父母甲咱是啥物款的姻缘，总是爱感恩父母，毋是父母的姻缘，咱哪有即个辛苦嘛？所以爱感恩父母恩、啊、嘛，那有了因缘嘛，互咱听着。 所以要干，咱爱讲三宝文，两千多年来，有佛、法、僧，佛多出现人间，得过了后，用遮尔正长嘅时间来说法，法爱有团，就是爱有经嘛、啊。 不断不断传承落来，佛法在人间呐，所以咱来、啊、感三宝恩。那咱有，父母互咱的身体，咱会晓修行。修行的方法来自三宝。毋过，咱要搁伫人间呐，所以。 人间难爱生活，但衣食住行啊，还是呢，得众生人人提供啊，因为有因因众生各行各业的成就，所以一但爱，互咱遮尔安全的生活。 所以要感，哎，讲众生，那众生在天地之间，哎，红雕勿顺呐，真嘞，红红追桃不管是地水火风顶顶呐，那会当树大凋荷啊，众生无好 这叫做输掉恩暖。每一工，咱要培养咱责任心。这嘛是修行者呢？是安怎讲？修行爱惜福，修行爱感恩，那顶顶啊！所以，咱要修行第一个念头啦，日常的生活，一世人诶中间。 种种所行道，未用得离开呢，即个立志啊，爱报殊定根，所以咱必定呢修行啊，爱自自心爱，会去咧修好咱这良心，报殊定根，这是真正修行者诶希望。 如是做人顶安尼诶人呐、啊，是真行道正德诶人，咱那会当阿内啦，则是真正伫咧修行呢，那修真行伫咧正德吼，行道正德，咱真正行伫即条菩提道上，咱个德。 会当成长，即、这个德啊，从人安尼伫咧累积，安尼个心，安尼个行为，吼伫咧累积，叫做进顶诶人。所以持行其所知之道，咱来好好修持，修持咱伫咧行即条路。 要行即条路，咱逐个人拢明确啊，了解啊，咱讲毋知影路安怎行呢？咱选择诶是修行诶路，所以毋通未记哩。咱是伫咧修行诶人，不管是在家出家啦，信佛呢，咱必定拢爱有世界，世界很多。 行咱所行诶道，吼、哦，唔通呢？去会未去哩去？吼、哦，欲干助欲性，哈众生啊，有种种的欲吼、哦，欲干吼、啊、有偌济呢？吼、啊，众生种种欲望啊，都、就是人的本性啊。但是这个欲，欲呢？ 佛也、啊、有，用，佛的用咱会当叫做希望。佛多的真心的希望，吼、哦，就是啊，欲道众生的幸佛道，佛道即、这个本性。那么这也是咱人人本己，但是就是即个本性啊。 那色心呢？质量偏差，那就是忘念咯。咱证明讲，心所欲有两种啊，心所有两种，一种是真心，一种是忘心嘛。共款是将即个心所起来吼、哦，所以啊，欲干助欲生。 就是众生种种之欲望啊，为其本性已经变成了即、这个妄诶摇篮。所以佛所说法吼，必须随顺众生诶根基性欲。那现在呢，众生就是安尼。 真心本具，但是呢，一念无明妄念生啊。现在众生的欲是迄个妄心的欲，那咱要修因是迄个真心，所以咱有真心诶啊方向。那众生呢，有妄念。 会偏向吼，所以佛陀啊，为着要度量众生，欲令众生啊，会当回归本性。佛陀呢，就是爱随顺众生，伊会根基性用，用即个妙观显卡的心吼啊，就递回来。 救度众生，所以众生的善事善恶业，因为咱从过去生中啊，无量无量世以来，生生世世都是伫迄、那个妄心妄念起，六道轮回中啊，佛陀知影啦，了解众生是 过来，所、so, 以啊，不多了解就用方法来教法。 佛陀教化众生啊，诸恶莫作啊，众善奉行啊。搁再呢，教咱咧方法，诸经记义是诸佛教。因为遐妄念要安怎样去除？第一，毋通作恶啦，咱爱心中有佛，心中有法啦，咱伫。 依教奉行诶内底，还要搁在甲咱诶心保好，既然清净都毋通重复，再搁再污染，所以自净其义，人人爱好好净意哦。那是祝福教，这就是佛陀呢来为众生施教，用善款诶妙法啦。 说一性法，虽然这是现款，这是宽卡方便的法，其实呢，涵盖着迄个一性法的基础存在。所以，这是佛陀的教育吼。那起心顺利啊，就是善。咱逐个人起心动念，下当呢顺着道理啊，这叫做善法。 若是起心为利呢，那就是恶啦，这个叫恶法。其实呢，佛陀的智慧要教育众生，只是众生呢太钝根啦，所以呢，佛陀尽管知影，还是要用四十多年嘅时间来施教。所以，如佛智慧所说，之法啊，那。 随应众生的景气，众生的景气，有大精大气，也有小精小气，吼、哦。那所以啊，佛道呢，爱一定呢，爱用种种方便，种种了解了后，才会当随机祷告，吼、哦。这就是佛道啊，啊，随风就完的善卡风。 变缓啦。 人人嘅心都有良啊，那亲像讲话说，但是呢，妄念直直走出去呢，那咱这心都乱啦。咱爱回归呢，回归诸佛菩萨嘅心境啊。那么会当安尼，咱时时心存感恩，那顺着天地嘅真理啦、啊，佛多或 教法来行，那安、啊、尼呢？咱才会当步步接近佛的境界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嘛。